2016年的大世纪，是里面难免我们会上榜。对，吴宗宪与黄子佼金钟隔空交火，确实是有在媒体上隔空搏火。我跟他这些对话，我们都是在 WhatsApp 里面，都是有内容在的啊。后来有一句话是确实把我惹怒了，讲的好像我们因为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明星打个班。